国嘅 Elise Park 啱啱出咗价，前之实最平就599万，尺价就24000几，呢口价真系贵嘅。同一区对比翻温苏豪，现时就减咗价，最平嗰啲17000几都有。二手就可以睇翻新世界大路神街17号嘅 Sky Park， 现时嘅尺价17000到19000之间，买二手或者买温苏豪会抵买过呢间。除咗个景观系好，其他都。在市场上如果尺价过20000，其实有很多对比的，是不是一定要买这里就两睇啦。不过整个楼盘得52伙，发展商开这口价无非都是摊场卖，所以他不急的，或者卖到二楼都仍然有货。赤洲那边预大概都是50到60元，发展商是求价不求量。一句说话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钓。今日的分享就是这么多，我是老药师王，我们下期看来这回大鱼是要上钩了。